天气真好，我都睡迷糊了。早上好。哇，你们这身打扮好看吗？我们都换了夏装哦。虽然来这里并不是为了玩，无论如何都不想错过美丽。不会很奇怪吧？如此飘逸轻便的服装肯定不适合我，是吗？谢谢你。不过秦团长会特意准备夏装，真叫人意外。不不，按照姐姐的性格才不会自己准备呢，是我和丽莎小姐为她选的。直接脱口而出姐姐了，而且自己完全没有注意到，芭芭拉已经沉醉于夏日了。夏装真是说来话长啊，本以为丽莎给的口袋里是应急妙计，没想到里面居然是一套连配饰都带齐了，该说不愧是丽莎嘛。骑士团的各位无时无刻不想着让我休假，看来是我平时真的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吗？大家快来可丽这边。是可丽的声音。有奇怪的东西。怎么了？奇怪的东西是指什么？你们看海里有个奇怪的东西飘在上面啊。细长的装置应该是浮标，可是昨天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个。一定是嘟嘟大魔王放的。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奇怪装置不简单哦。他一直没来找我，是不承认我吗？还是不是在等我，要我去找他？突然出现在海上的浮标会有什么用意吗？是啊，光在岸上猜测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可以吗？还是主动确认一下比较好，很难说海上究竟有什么在等着我们。以防万一，希望大家做好战斗的准备，各自收拾妥当后请到我这里集合，我们一起坐船过去。过奖了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，那么准备工作就拜托各位了。要带蹦蹦炸弹、嘟嘟壳，还有我自己。海上那些东西肯定是嘟嘟大魔王放的，不过可丽会勇敢面对他。为了嘟嘟壳，可丽会努力。荣誉骑士哥哥，谢谢你帮可丽的。要带蹦蹦炸。可丽喜欢夏天，但也不是只喜欢夏天，可丽还喜欢秋天。哦对了，春天和冬，虽然冬天很冷，但可丽有蹦蹦炸弹，觉得冷的话用炸弹就好了。海面上的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夏装啊，那个是丽莎给我准备的惊喜。刚才芭芭拉也说难得来海岛，一定要换上夏装才有气氛，可是我不太习惯这样的装扮。但愿这身打扮不会太过奇怪。海面上的浮标，这片群岛与世隔绝，就像一处自然形成的秘境。我们来这里既有信的指引，也有温迪和特瓦林的帮助。不过我之所以会在这里，就是为了保护各位，所以请放心，不论发生什么事。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呢？怎么样，这件衣服还不错吧？我特地选了跟海岛气氛比较搭的装扮，想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啊，请别担心，就算穿着夏装，芭芭拉也是非常。有时我从刚才就想说了，这里的大海真美啊，大海与阳光，梦寐以求的夏天呢，真想面朝大海办一场演出啊，效果肯定不错。准备好了吗？那么各位就请随我一同到海上去吧。
是浮标被破坏后释放出的能量吗？果然是大魔王的布置，继续继续。这种声音是是，这片海域实在太神秘了，整片陆地都升了上来。大魔王，大魔王，哎，我来抓你啦！高，小可莉永远这么有精神呢。地面震动之前，我有听到类似机关的声音。依我看，这片海面下有着非常巨大的机关，整片海岛位于机关构架出的底盘上，机关启动，将各个岛屿一并拖出水面。这样的事情堪称奇迹。难道这是风神巴巴托斯的力量吗？应该不是吧，我总觉得这更像是某个人刻意的作为。怎么想都不可思议，用信件把我们引来这里，再以这样的机关挑战我们啊！假日的气氛一下就消失了。总之我会打起精神，做好最高级别的警戒。秦团长雷厉风行的时候真帅气啊。感谢你们的理解。找到了，大魔王就在那边的岛上。既然要可莉来找你，那可莉就来了。蹦蹦炸弹，预备，我们一起跑。那是海中央的平台，确实有东西出现了。各位可以靠近查看，但请务必保持警戒。
大人们都说你是从远方来的，打扮得像个将军。各位，请小心。那是个子很高大的人吗？很像是人，又不太对劲。嘟嘟大魔王，可以来见你了。你可以审判。你可以审判可莉了。这孩子在说什么呀？他根本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吧。喂，大魔王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是不是可莉来得太慢惹你生气了？那对不起嘛。向对方道歉了。可莉这孩子思维有点跳跃吧。大魔王，看起来对方没有要理睬可莉的意思呢。是人形的机械吧？你认识那个吗？只是猜测，它跟海岛的整体气氛格格不入，看衣着倒像是从稻漆漂流而来。稻漆？那不是很远的地方吗？是的，这里是独立的海域，不跟任何国度接壤，对这片海洋而言它也是一些，但以稻漆眼下的情况，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没反应的异乡人，好神奇，是有人把他带来这。大魔王不动了。可莉，也许大魔王只是累了。对对，大魔王应该是睡着了吧，等你等得不耐烦就呼的睡过去了。嗯，我们陪可莉去别处玩，等大魔王睡醒再来找他。嗯，真的？当然啦，你要相信我们。嗯，不对，可莉想到了，这个不是大魔王，真正的大魔王还在别的地方。哎，是吗？哼，可莉不会放弃。大魔王，等着吧，我们来找你。又跑掉了，小孩子的精神真好呢。可莉，等等我们。妈妈说你根本不是我们的同伴，但你就是保护了我们呀，对吧将军？妈妈还说我们和将军你一样，我们的故乡也在很遥远的地方，远到想不起来那是哪里。荣誉骑士，请看这里。这是什么？叠放的石块和小小的花朵，这种感觉好像是在纪念某个人，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可这附近只有那个没反应的稻漆机械而已呀，难道是在纪念他？或许他也曾做出过值得他人纪念的事。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布设足以证明这片海域中有人类存在过，可光凭这些无法推导究竟是怎样的人类文明。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见到任何人类或是人类的物种。金团长，可莉去那边看看可以吗？可以，务必注意安全。嗯，可莉还小，比较缺乏危机感，但旅行者我希望我们都能清醒地了解现状。坦白说，一开始我以为那封信只是恶作剧。我们也这么想。我也是，可会是谁给这样的小孩子寄恶作剧？知道这座岛屿的人本就是少数，引导我们解开机关更是布局巧妙。说不定这些不是恶作剧，而是谋划已久的陷阱，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芭芭拉姐姐，可莉，怎么了？你说大魔王会不会不想见可莉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嘟嘟可喜欢可莉，可莉也喜欢嘟嘟可，大魔王没法把我们分开。
狐狸很怕他把我们分开。啊，可莉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是雨球。我听起，听秦团长说过，可莉一直想玩雨球，对不对？对，可莉想过雨球节。这是我为可莉做的特制雨球，只要可莉想玩，天天都是雨球节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可莉，打起精神来。见到大魔王以后，我们大家都会帮你说服他，让他允许你和……好，交给我们吧，一定会帮可莉找到那个家伙的。就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，不知道在哪里才能找到，也总会找到的吧。在那之前，就先到附近尽情搜索吧。